气球，一定是帅哥的呢。是我啊？真的假的？你看。哦，他是根据这一个做的，这个应该是一个气球达人吧？对啊。好厉害哦！那我们去往内湖，往内湖去找线索。内湖也有西湖，你知道内湖吗？我知道。好，那我们去内湖那边找看看吧。好，去问问看。走吧，往内湖。Go。今天在 Mariko 的陪伴下，希望能顺利找到中破山。第一个提示说，往内湖寻找气球达人。听说这位气球达人被誉为气球的魔法师，任何气球经过他的巧手，仿佛有了生命力一般，活灵活现。这么厉害，赶紧来看看。哎，请问一下，这个东西线索给我们是在这里吗？没错，就是在这里。你是？哎，我是中后塞，不过我是气球的中后塞。这是你做的吗？对，没错。根据我的照片就能做这样。对，我们一起去看我们的工作室。好好好，走吧。好。哇。哇，这个也太好可爱了！超级小心，小哥，乒乓球啊，还有小叮当哎，小叮当，大黄哥，大黄哥太可爱了，大黄哥，哎，你都已经变成台湾人了呢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小丑女，哎，对，小丑女 Harley Quinn。那一个我也很喜欢呢。对，这个大钢铁人吗？对，钢铁人。怎么会想到做这个东西呢？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产业，然后可以让更多人愿意可能拿起这样的东西去拍照，留下一个画面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个是 love 的一个 love。哦 ，love。这些设计的来源都是因为我很喜欢模型，所以我会参考那些东西。当小朋友或是大朋友他们拿到的时候，留下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画面，所以我会根据他们给我的图的一些设计跟特征，然后用一些软体，然后去绘图出来。好用心，很厉害呢！可以现场来做一个简单的给我们看一下。哦，好啊，可以。对啊，好，没有问题。还要绑这个啊？对，感觉就是一个中破塞，旁边还有这个。记得，这个是剪刀，还有铅笔，这个我非常喜欢。偷到了。对，这个有一点历史了。对，这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我可以在很快的情况下，大概一分二十秒可以完成这样一只。那你现在要表演这个吗？对，我就表演我怎么去完成这一只的，然后要夹那边叶子。好啊。好，那我们要直接开始吗？要开始。计时。你刚刚应该多说几秒。对啊，这个我刚修了。我刚忘记讲，那灌气的时间是不能够算进来的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我们就现场计时，看看气球达人是不是吹牛，不打草稿。啊，好，开始，好，开始，计时。好快哦。有一点在房间有点可怕了，声音哦，而且感觉用手指啊去抓那个黑板，啊，哈哈哈哈哈，听起来很好听，就是，哎，怎么可以这样？用手拔掉，这样也可以，啊，因为这个是，哎，三十秒，现在32秒，还有一分钟，他说是。飞三十秒吗？对。哎，不可能啊！你为什么这种东西都往手里变成好轻便？哎，我自己手也没办法。你对，就像肉有纹路一样，这个气球是有纹路，就是我顺着它的纹路去撕，才有办法去直接把它拆掉。对啊，我要拆掉也没办法。时间一分钟，1分01，1分03。大概好了，到底1分07秒，哇！1分07秒，哇！那现在你要教我们做什么呢？好，就是我这里有预备一个半成品，它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，是什么？你感觉是什么？宇宙人吗？宇宙人太空的一个蛋，都不是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我们要体验折气球。
对，那请问康哥，你会灌气打结吗？打结，打结就是不许动，这是打结。很幽默，不是这个。我知道啊，就是那个嘛。对。哎呦，一天不说冷笑话就不对劲，多多见谅。而 Alan 有如魔法师般精湛的手艺，不止在活动婚礼可看到他的踪迹，还跟许多演艺名人合作过哦。王彩华小姐，波比天后，对，她找你做过气球，还有谁找你做过气球？就是，其实我也只是沾光而已啦。像双飞啊，就是蔡依林、周杰伦，还有呢？还有我要想还有一个哦，对对对，我忘记了，最厉害，我做过像我跟柯莉合作过嘛，跟 Jenny 的合作过，那些都不够啊，最厉害、最有名的就是康康。对对对，我懂，我了解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继续来做这个了。它就像乐高一样，要一个一个组上去。哦，对。所以呢，我们大的球像这样子塞进去。哦，它不用，有点可怕。不用，那这个真的也是一个创造发明，厉害的。那你觉得做这个辛苦吗？在台湾其实做气球很容易被人家跟小丑去做一个联想。做气球这个行业其实它也是可以像我这样做到是设计师，可是它却被大家归类为是像是小丑。这个是我用一种软体叫做以拉特别去画的。哦，这又是要特别的软体。对对对。原来是这个方向，对，是这个方向，然后它已经快要渐渐成型了。平锯，这是有没有？啊，有没有知道平锯吗？知道平锯吗？平锯，树上一条红铜线，咬的是长，是牛肉面，有没有？好了，我们刚刚猜的。都不对啊！刚刚猜怎么太空，差那么差很多，先翻过来哦。那有没有下一关的提示呢？提示就在这里。提示就在这里。这里。所以我们要去找是跟京剧有关系。那有没有线索？线索是这个。要给我们线索。这给你们。来，第一个你撕掉。中。八宝丸，听过八宝饭、八宝粥、八宝冰、八宝冬粉、八宝，没有听过八宝丸啊？对啊，但看起来只听过四物丸、八宝丸。那我们要去哪里找这个八宝丸呢？你可以再跟我们提示一下吗？好，在古堡家商。感谢 Alan 为我们示范这么多神乎其技的造型气球，希望你能够继续散播欢乐、散播爱，让更多人得到疗愈与感动，加油啦！